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但是却不为现在的年轻人所熟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很挫折的事情。我心目中畅想的场景，可能是每到过年过节或者是家庭聚会，所有人都穿上自己的汉服一起在过节，大家都愿意穿着汉服出门啊，然后聚会啊，国风类的活动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崛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我是黄世康，今年的话是23岁。今天一天下来，不管是说坐飞机也好，坐动车也好，我今天一整天都穿的是汉服，途中整个异样的眼光，包括围观人群也少了很多。以前去的时候，大家是盯着你，感觉走进动物园一样。我，啊，你这是不是就是那个韩国的服饰啊？我说不是，我这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我这叫汉服。就会直接我们会比较硬气的回怼嘛，因为这个也是算是一个民族自信的问题。前面我们今天的朝代嘉年华的巡游即将开始，请方老师邀请所有的与会嘉宾请靠近大屏幕，将您的手在大屏幕上，我们要准备共同来进行启动仪式。4、3、2、1。在此谢谢大家参与第7届西塘汉服文化周，谢谢大家，谢谢。汉服只是个载体，透过这个载体你可以进来认识一些传统的领域或是一些文化的一种体验。汉服门槛很低，为什么？我穿上去我就是同袍了，所以它的影响的层面会很广。然后年轻人觉得穿上去觉得原来传统服饰是这样好看的，原来传统领域也可以美美的，而不是西方的文明，或者是西方的穿戴，或者是西方的节庆才可以很开心，不是的。四美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国四大古典美容。我叫新南，来自于北京，是一名北京女孩。这一次参加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四美中的杨玉环角色。跟我去洗沙吧，大晚上的。行，水冷吗？这个好吗？水冷，你不能碰冷水。真的吗？我觉得汉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传统的服饰，我们应该穿着它去参加一些中国有特色的节日，春节呀，中秋节呀，一起过节。
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汉服，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小哥哥小姐姐真正穿起了汉服，会读一些真正汉服所有的知识。汉服不是大家所谓的在学和服，我们大唐当时的盛世有丝绸之路，我们的服装和妆容以及发饰被日本和韩国所流传开来，我们才是起源。好几年以前，我在北京故宫有个讲座，然后北京故宫给我个题目，就是如何让年轻人亲近传统文化。那首先他就承认了嘛，年轻人不亲近传统文化嘛。那他亲近什么文化？他亲近通俗文化。所有通俗文化就是第一时间可以看懂、听懂、读懂，没有门槛，不需要专业证照。那汉服这个领域其实是它零门槛，穿了就好了。在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穿上我们的汉服，走在了马路上，当做那种日常的服装。挂出来一定好看。嗯，很对称。我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很多年，当时就觉得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特别好看，后来慢慢的觉得很好看之后，会学习一些，上网搜集一些信息，然后看一看每个朝代有什么不同。唐代的头饰呢，就是跟唐代的服饰一样，都非常的雍容华贵，头饰非常的多，然后很华丽，然后大花，然后一些比较夸张的头饰，然后梳的会比较高。因为呢，你首先有个仪式感给他穿戴了，他就某种程度，哎，我要规矩一点的，我现在穿的是传统服装。然后再就是，哎，那这个服饰的严格是什么？是唐的衣服吗？是宋的吗？还是明的？对，它是圆领袍吗？还是说什么曲裾吗？还是说什么朱子深衣？慢慢他就更了解了。那别人了解一点，他觉得不行，我不能太弱，我也去了解一点，免得搭不上话题。现在我穿的是唐制汉服的内襦，它是对襟的设计，比较轻薄。唐文宗比较尊重儒教礼仪，他要求女生要穿宽衣，要穿轻薄，要穿得比较华丽好看，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公主，无论是贵族，在参加一些比较隆重的盛会和一些晚宴的时候，穿着都是要以宽松的襦裙、大袖衫还有披帛，这样来，就是是一个标准来参加一个盛会。汉服的话，它第一不是 cos， 第二的话它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做出来就能穿的，因为它讲究制式跟整个的一个绣花图案，这些都是有讲究的。那下面我们进来的就是服装道具间，演员的服装道具间，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男士的汉服，然后这边是女士的汉服。我们看到就是这里衣服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光参加汉服朝代秀的演员就有数以千人啊。这两个也是跟我身上是一样，都是唐制的汉服。你看这件的大袖也是非常大，然后打开都是非常大，然后也很华丽，绣花呀什么的都很多。
然后就是唐朝的汉服大概就是轻纱什么的比较多一点，然后也对女生的要求很比较低，然后像大裙摆，然后可以遮住一些身材，然后对身材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其实流传到现在，大家认为唐朝是以胖为美，其实不是，是只是唐制汉服比较没有那么显身材。还有我觉得汉服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就是在我穿上它的时候，仿佛自己真的回到了那个朝代，就包括兰花指，包括一些很淑女或者是很大家闺秀的动作，都是在我穿上汉服的那一瞬间，自己慢慢的就绽放出来了。我自己很喜欢到处去旅游，包括我的工作性质可能就是全球到处飞，去每一个地方我都会带一套汉服，我都希望在每个地方留下汉服的脚印。我们不懂。第一个和尚。I come from Malaysia, Ipoh. My daughter is Yang Zixiong. All my friends here, she called me to come here, the festival. I never seen this festival. Because this one, the uniform. 汉服很漂亮。So they took the long journey to come to know what is Hanfu and the culture. We were so impressed because when we travel to a lot of countries like Japan, Korea, and so on, they have their costume, they have their identity. And what is our identity, especially for people Chinese in overseas? Where are our identity?The costume represents part of it. It's like tie us back to the root. Firstly,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to come here. And then it is never expected that, because I come for singing competitions, but at the end, what I got the reward is a best dress award.So it's very happy, and then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and I never expected that. We're just going to be here for the weekend to go back to work, but just kind of go around and play, and also this is.Let her see, especially all the things like the calligraphy and the music and all the Chinese cultural stuff. It's nice to go one place and she can see all of it. Yeah. So we can kind of let her experience half of her culture. Okay. Well, it's good. I mean, that's how I grew up in the U.S. You have, there's the Irish festival, there's Scottish festivals. Like, it's normal part. Look at Japan. Japanese wear kimonos in daily wearing. And it's actually being elegant and nice. Everybody respect it.Why can't we do the same thing? Yeah, we should wear our own clothes for big celebration days too. We should be proud of it. Great. 那你今天想要穿哪套汉服呀？想穿哪个呀？红色的。红色的还是那个裙子啊？这套。对。谢谢。还有那件裙子呀，不要掉地上。我买了。好的。我们穿的那个汉服在法红坝那里，你还记得吗？我们在那边拍照的。那边。摄影的南山亚那个果园里面摘荔枝，是不是啊？我不记得。不记得了。摘荔枝的时候，你穿的那个汉服在那个荔枝园里面走秀的呀。
要养个人狗，要养个人一起牵着手走的。嗯，好，嗯，小姨啊，嗯，喜不喜欢跟妈妈一起走秀啊？喜欢。那妈妈等一下跟你一起穿着汉服走，好不好啊？行。我们来自浙江丽水，她叫叶叉英，今年是40个月了，现在是。然后我是叫，我叫叶红瑶，我是在丽水学院当老师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从来，从小学的时候就会比较喜欢那种古典的衣服了，妈妈就会给我买这种衣服，所以等我生了她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把她给打扮成那种汉服的样衣服给她穿起来。大人汉服是不好看，小孩子汉服才好看哎。哦，小孩子汉服才好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跟小孩都喜欢这种汉服，所以当他们知道有这个活动了以后，就第一时间跟我说。我也是，不管是有什么事情，我说我都要来。结果还真的轮到那个周末哈，我的学生要考试，然后我就请假了，带着孩子过来了。可以帮我。帮你拿啥？那种化妆，看着镜子里面自己，笑起来，哎呀，真漂亮，大仙女，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当时我穿着旗袍、汉服之类的，在校园里面走的话，几乎全校就我一个吧，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啊！但是现在的话，我这样子穿，已经没有人会觉得你很奇怪了。早些年可能汉服头发不太好意思自己穿，然后因为很陌生，然后那种社会的观感或社会的那种现象还没有形成，这几年不会了。今天一天的行程的话是非常满的，早上4:30就要起床化妆了。今天上午有一个那个开幕式的方阵，然后下午的话是水上 T 台秀。汉服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所以应该是以后哈会越来越趋于日常化，可能以后比如说在。日常的包括小学生的小朋友的校服啊，那都会变成汉服的。传统服饰的这种仪式感的服饰，然后去做一些拜师礼、成年礼，然后一些国学讲堂，都是不违和的。这是最大的区隔，就是我们扩展的面向跟文化参与的广度跟深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是有历史、有文化、有根据的民族服饰。就是因为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真正带有中国特色的这种服装，就比如像日本的和服啊，韩国的那个朝鲜服啊，就是想要让这个文化就是逐步的发扬光大，就是让更多的人就是了解到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传承。下苦，
肥鸽盘公康，一切辛苦。汉服就像穿在身上的礼仪一样，穿上汉服之后，我们就会情不自觉地考虑到，就是我们穿上了这个衣服，那我代表着这个团体，那我肯定会努力去把这个团体好的一面展现给其他人。说起来，16年前呢，我就开始关注汉服了。中国古称华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有礼之大，谓之夏。我们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个华夏的称号。我呢到西塘开店也有7-8年了，从文化节的第一届就开始就在这里了，但是教我穿汉服呢我也不会穿的，因为毕竟它不是大众化的衣服嘛。我觉得古装汉服很有文化内涵和特色，比现代的服装好看多了。我自己不习惯穿这个衣服。汉服是就是跟年轻人赶时髦的，我肯定是不会穿的。我们也约了一些这种我们这边的代理商，这些过去聊聊合作，包括我们在双11啊会上这样的样板，限量是多少套，这些都会跟他们有一个沟通。有鲜活的是这两个颜色，对，我这个头发戴不下来，他可以戴一下，然后也会约上朋友去看一看这些今年的供货会，他们的卖货情况啊，包括一些售卖情况，包括售卖价位，这些整个市场环境的了解。直接借我穿的，不好意思，这些处理线都没处理好。我们也是选定了汉服这一块来去做一个创业嘛，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喜好去进行了一个发掘。又要重新来一遍了，来你看怎么样？是不是特别鲜？哇，金金好好看！对，金金我刚才那特效加错了，特效加错了，没加好。对，没事，一会儿再剪一剪就好了。他们俩穿的是那个玄武的，我穿的是青龙，然后这个你看，那还是朱雀，然后可以挺配的，挺配的，白虎嘛。一、二、三、二。未来的话就是想我们会衍生出来汉服的一些配套啊，比如说饰品也好，形成自己的一个产业链条，更把这个文化带给更大众的一个圈子，更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汉服这块。然后后面的话有个打算是培养一支国风的就是偶像团队出来。通过汉服去了解了一些历史知识，包括中国的茶道、中国的瓷器，这些课外的知识都是通过汉服慢慢自己去学习到的。以后啊，可能每个人的衣橱里面都会有那么一两件汉服吧。如果说哪位同学没有汉服的话，肯定会被认为奇葩的。我们先求量，再求质，最后求精嘛，先让你进嘛。先让你进来，先吸引你进来，进来之后你一定会摸索，你一定会观察，你一定会互相影响，那慢慢你形成一个比较主流的现象或者是话题，然后他其实参与的人只会多不会少。